美女你好，你今天是做菜吗？嗯，是的。嗯，好，那先给你做放松啊。嗯，好。你是不是也挺喜欢菜的呀，美女？嗯，是的。看你也来了好几次了。嗯，隔一段时间就来。头稍微蹭一点，好。你俩鼻梢有点红，你平时熬夜吃辛辣比较多是吧？作息不规律啥的有吧？对，喜欢吃辣的。哦，那一会儿给你清洗一下吧。嗯，好。美女，力度啥的可以不？可以。美女，你是不是困了？困了，你可以睡啊。好，我会给你轻轻的。
美女，你的菜结束了啊！好。